这个现代化的建设，高楼大厦到那个高速公路，农民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，促进了国家的发展等等等等。其实在这种时候，在这个背景里面，我们强调农民对城市的贡献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些农民呢，能和世博会在同一时间，在同步进行，它可以说辅助世博会，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其实也是一件给农民争光的事情，哎。但是他们的目的大家都不是很一样，有的人甚至要为人类做贡献，有的人为国家争光，但有的人只是想离开这个村庄，也许可以飞起来。我很震惊，我没有想到在我生活的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一群农民，就跟我之前对于农民的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。